大家好，我是老胡，我们现在来到凤凰城北面的一个城市 Scottsdale， 这里是这个城市的一个花园，这个花园又在一个公园的里边。凤凰城呢是亚利桑那州的州府，凤凰城的人口呢是162万，这个是紧邻的凤凰城，在它北面，它的人口是24万，白人占89.2%，亚洲人呢占0.1%。这个城市的年家庭收入是88,000。现在带大家一起去看看这个公园。看看运动场，草地都黄了，是缺水。看看这个公园里的地，全部都沙土地。这个热带植物长得还不错，这才叫仙人掌呢。狗公园，看这个是吃仙人球，这是仙人球，有点像音乐厅，室外音乐厅啊。这一堆是仙人掌。看看这个建筑物，是用铁笼子装的石头，这里面是什么呢？不会是卫生间吗？还真是卫生间，这是一个别致的卫生间。这卫生间里还有饮用水。还是蛮干净的。这里缺的就是水，不缺石头。这上面的建筑啊，就是为了遮凉的。石头的。这个花园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再见。